起来很帅是干嘛？为什么突然有这个桥段？我怎么不记得这个桥段要干什么？而且我现在目标是到地下三楼，这是地下几楼啊？这里离我的目标好像还有点远啊。然后嘞，这个应该是要给他打过去。噗！我劝你赶快射击哦。噗！哎、欸、啊，他不是刚刚会噗啊啊，不是啦，他噗就噗，我人跳下去干什么？啊，是嘞。我突然觉得那个机关好帅，是在帅几点的？我怎么会知道啊？那机关是真的还蛮帅的，没有错啊。啊，干，总算可以喷火喷死你们这群王八蛋了。表宇根不是黑熊在负，哎、欸，连 DOS 都出来了。表宇根不是黑熊在负责的吗？这哪是我负责的、啊？我要是负责表他，我早就先被自己气死啦，都不知道死到哪里去啦，你知道吗？哇，总算喷死了，太爽了，太爽了，太爽了，这个太优秀了。啊，不要喷我屁股啊，那个就喷错边了。啾啾啾！来来来，看我一刀两刀砍你们，突然变冷是因为对游戏心寒吧？我看是对你们心寒吧？怎么可能对游戏心寒？我觉得对聊天室心寒比对游戏心寒的速度还要来得快多了。哎、欸，啊，等一下，干我来这边干嘛？为什么就这样子一去不复返的？就这样下去了，又是一个瑞凡。啊啊干！这游戏难度真的是……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他为什么自动回去了？我刚刚就很帅气的冲出去了，结果他什么时候长出来的？这游戏这样子，这样根本就是那个啊，就是表表啊。你懂吗？表表什么意思？就表表啊！哦，我觉得好累哦，这个游戏真的是让人各种烦心啊！等等哦，最近真的变冷了，高雄下雨更冷。哦，是哦，原来高雄也会冷哦，我以为高雄都只要一件吊嘎就可以穿四季了。不是两人都互都在互表，想当年二零古堡，不用想当年了，搞不好改天又要玩二零古堡，会这个故事又要不断的在重演。啊，为什么有那个？等一下，原来这边，哎、欸、啊，这只好大只哦，妈妈妈妈，怎么一只这么大只的巨人？没关系啊，打死你啊，照样打死你。噗！我比较怀念 GTA 小红豆加雨跟加黑熊哦，那个好久了，那个精华我也还没捡，这过得去吗？啊，干 fuck！ 我怎么看黑熊一直在自杀、啊？哎，这就是我未来的写照啊！也许我的人生走向末端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事情了。现在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原来这边也要收集三颗眼睛呢、啊。重点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三颗眼睛可以收集啊，在哪里？我一颗都没有拿到哎、欸！现在是要怎样啊？我几条都没拿到。干耶！哦，这可以上去哦！哇，咖喱马西达，启示录哦，启示录二，先跟你口玩完之后，才跟雨根玩吧，因为那个是你的，是我的三上樵夫。哎、欸，是这样唱吗？好，我来开始唱各种电视广告歌曲。好了，不要再转了啦！你以为这样比较抓吗？然后呢，这个按钮可以解开什么成就？有什么成就可以解？求解二十点啊！干，这个这么远是有个雕用哦。这根柱子是黑熊的罩门，我觉得我的罩门也太多了吧，都快要比胸罩还要多了。看我的，噗噗噗噗！啊啊！不要咬我，亚美洛过来。黑熊平常在工作室你都吃啥？都吃饼干啊，我很少吃啊、就是类似便当这种东西，很少有机会吃到，太贫穷了。哎咻，看我的一个水啊！看，哎哎哎哎哎啊！好、哦，那个蟹老板被捆了，蟹老板晚安。Good night. What the fuck?哎、欸，启示录二真的吗？真的啊，我这个原本是大概今天会拿到启示录二啦，可是要卖我 PS4 跟拿游戏给我的那一位，就是今天可能上班比较忙，所以没有空过来。他跟我说改约下个礼拜一，
啊，礼拜一会不会拿到也还不确定啊，反正就这样子。我是有说可以用寄的啦，可他跟我说不会寄，所以就是再看看吧。啊，反正拿到了就一定会实况的啦，这个各位不用瞎操心。民间那摕到我就会算啦，啊算到一定会算给恁看啦，这恁绝对免烦恼，安尼会使袂？干，我怎么就这样直直的死过头了？黑熊确定要让 Nico 大大拿枪？我没有啊，我打算当双人当双人游戏当做是单人在玩，就这样给他玩到破关了。我没有打算要当双人游戏玩的，你们怎么会有这种幻想呢？黑熊等拿到 PS4 了，我可以加你 ID 吗？好啊，你会寄那种免钱的游戏邀请给我，就让你加。像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小峰。哇，他不时的会有那个免费的游戏可以拿，他都会告诉我可以拿免费的游戏。好康的金球，安尼有无？这样就对了。Nico 一定要抢，一定要抢黑熊 support， 干给他 support， 我该什么？我还要玩游戏吗？这游戏还玩得下去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游戏吼要有进度，你知道？就跟当初 Outlast 为什么会这样子？反正黑熊也射不准，洗洗睡啦。谁爆苦怕就有 PS4， 那会爆炸、欸。我们何苦做这种事情？那、这是什么？哦，我来收集存。看这个是要干嘛？仓库翻哦？为什么会在这里玩仓库翻呢、啊？不能理解。哦，这直接跳过去哦，我还傻傻在那边绕，操！等一下啊、干这应该是这样。啊靠，他只能用推的、哦，怎么那么不人性化？这游戏怎么这样子设计啊？真的有点蠢蠢嘞。看我的 push， 啊干系啊，要求重来。妈妈，我可以重来吗？虽然人生不能重来，但我游戏总可以重来吧，不然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啦！啊哈哈啊哈啊哈啊哈！我觉得我快内出血了，这游戏真的是让我脑浆很痛啊！可以重来了吗？干，他没有重来哦，他没有 reset 的按钮吗？哦哈哦哦，我觉得内出血啊，颅内出血是什么意思？你们懂吗？哦、好险啊，还有机会补救啊，不然我都不想玩了、啊，就只能光碟咯。哎、这个是什么 ？Black 96374118，晚安你好。大家安安终于能跟到直播了，哇塞！啊、现在是几点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已经12点多了。我啊，你现在这个时间才能出现，那你平常可能会比较难跟到台哦。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开那个宵夜台了，那个干！等一下，妈，那个是虫子鸟！我刚才出血了，我刚刚花了半天，干！他居然那颗，我以为是三颗同时按下去，结果那颗按下去，你他妈，你居然就给我成绩了！我刚刚在问说有没有成字鸟的时候，为什么你不举手答右？你这样子不是根本就只是为了想要表我吗？你这个阿表表，哦，我觉得我快受不了啦！哦，好累哦，这游戏真的让人觉得身心疲惫啊！居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粪便，他妈的，去他的躲避球嘞！我真的觉得好累啊！干，然后我跳过来之后没有屁用啊！在干嘛？去录墙壁录到死是不是？哦，我知道了，那个反过来了，哦哟！干，就那个。好累哦，让我思考一下这一关怎么过好了。这个妈该死的仓库翻，真他妈的！饿了，我知道要怎么过啦。哦，
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生命，浪费好险这个就啊也是有浪费金钱啊，因为玩这个游戏不用花电嘛。你以为打电动你游戏买了主机买了就不用花钱了吗？你还是要缴电费，知不知道？啊，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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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啦，我放手了，赶快去恢复一下体力。你一直死巴巴装着他死了怎么办啊？死了就什么都没啦，你这傻孩子。啊，你又表示怪我了，干不怪你怪谁啊？你这个臭表表根本王八蛋啊，在那边诱惑你，这个比狐狸精还过分，你知道吗？对，这个小孩居然推得动这么大的东西，我也觉得。干是谁啊？要我是他爸，我一定很怕他哪天把我从四楼丢下去了。哦，对啦，这样就对了啦。哦，真的是受不了。啊，这要干嘛啦？就让我直接过关不好吗？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玩仓库翻呢？我不能理解啊，为什么？让我玩仓库翻有什么好处吗？解释，求解二十点。推，两推，奇怪是这边画面比较糊吗？这游戏画面一直都很糊啊，我觉得这不是只有这边糊，我觉得这游戏他妈的画面整个都很糊、啊。黑熊，你的开场白呢？开场白不需要了啦，比起开场白什么，我觉得脑浆要留下来比较重要啊。哦，突然好想吃生鱼片哦，怎么会这样？莫非是我饿了？还是我已经不在乎身材了？真的不可以耶，这个胖回90公斤很痛苦了。曾经是个90公斤的男子汉，真不知道怎么瘦成现在只有62公斤。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也不晓得啦。很多人都会听说我以前很胖，就会问我说：“黑熊，你怎么减肥了？”我说：“干，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瘦了嘛。我只管我瘦了，其他我都一律不知道。”生鱼片盖饭，妈的嘞！哦，我好想试试看哦，那种吃一次那个叫什么、啊？像生鱼片吃到饱有没有？黑熊有在意过身材，干我爆干在意的好不好？什么叫有在意过身材？我爆干在意的，爆干在意，我也很重要，我要讲三次，我爆干在意的。好、哦，有了耶！ Yeah, 吃到了中间那个马子，居然是中间那个干，那第一颗眼睛在哪里啊？请给我第一颗眼睛好不好？只有给我第二颗眼睛是要我吃屎是不是？让开，干他、啊、这要怎么开啊？哦。黑熊，让我们看你90公斤的风光实景，真的假的？你们要看吗？我是不介意找给你们看啊。要让我找一下，90公斤的应该没有，最胖的没有，但是有大概85公斤的照片，你们想看吗？我觉得不要好了啦，那个贴在骗他胖子，到时候有人说侮辱这个时光台，啊，这时光台变得非常肮脏，不要好了。西湖捷运站那边有好吃的。什么？哎、欸，我问一下、啊，这边31个人，你们有没有人？就是因为我上一次在 Google 上面，哎、欸，不是 Google 啦，我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打溪流口，那个都在查我们的资料，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则影片，溪流口，好是空白键黑仔熊吗？还是干嘛？我忘记了，反正那个影片。你点进去就会看到那个有人在一直拍着我，然后就说大家都是来看什么什么东西，什么鱼竿还是菜渣的，我们是来看黑仔熊的。那个影片有没有那个、啊、有没有老大？现在就刚好在线上啦、啊、就是你啊，还是没有？我真的很好奇是谁啊，为什么明明就是要来找我的不会直接跟我讲话就好了，那样子偷偷拍我要干嘛？如果我是像他们那两个，有没有？你们要跟我讲到话，可能难度有点高。我又不是边安内吼，加 K 加 K 这么客气，这样我都拍谁了，你知道吗？反正有你在就很脏啊，好啊。哎、欸，柚子我爱你好啊。这是实况这几年吗？什么叫实况这几年？听不懂。看，我觉得一直过不了关呢、欸。啊，やめろこれ。
哎、欸、啊，那个都不会喷，我这要怎么过去？那、啊、好啊，算了，这游戏就这么好大大啊，就好大大嘛，没关系啊，好啊，好啊。哎、欸，怎么办？我到现在得到一个眼睛呢，我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些是不是也要给它下去啊？啊，这个要怎么给它下去啊？这边有两个笼子哎，然后这边有一个拉把，可能那个拉把我要怎么给它放下去？我研究一下好不好？让我研究一下。推，是不是我 miss 掉了什么东西啊？最肥的时期是十，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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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肥的时候还没有。我实况的时候其实已经，我刚开始玩实况的时候已经六十几，就跟现在身材差不多了吧，再稍微肉一点而已。我在麦当努的时候也比现在大概多个三公斤吧，三四公斤吧。然后之后又瘦了。黑熊先休息了，今天圆游会超累哦。圆游会那就赶快去睡啊，圆游会还蛮棒的，好久没参加了。六哥晚安啦，祝你好梦。啊，这个爷爷奶也可以上去。啊，这是要干嘛？看这真的来就补。看一下哦，这边感觉有点害怕，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边会有这个可以过来？看，救命啊！不要切我鸡鸡啊！啊，鸡鸡可贵。暂时很久远，鸡鸡更可贵。干，踩错边了啦，妈的！哦，啊啊！看我一个水跳啊，再跳啊！鸡鸡，鸡鸡更可贵啊！鸡鸡复鸡鸡，木兰当户织。改天去看，怎么没看到呢？可恶，这边挖坑啊！欸、我突然有点像去吃，哎、欸，干这个怎么过不去？哎、欸，不能这样子啦！一直有那种一堆门锁起来的，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全部的把金啊？我很想过关了，你知道吗？觉得身心都很疲惫。先今天公休、喔，关我什么事啊？啊，去吃日不落好了，日不落吃一顿也是好几百块，还要加一层，他黏黏的嘞。刚刚才哄两岁子女睡觉，累死了。哦，不是哄你女儿睡觉，哈哈哈。干，好，这个要是不小心失足掉下来，我早就看到了一片。哎、欸，我觉得这关真的很那个、欸，哎，就骗人很多时间，你知道吗？小命可以没啊，GG啊。那个叫什么啊？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叫做会战可以输，提摩必须死。啊，我们要改成一个，不行啊，怎么改都觉得不好。什么什么生命可以丢 ，GG 必须活，这听起来乱低能一把嘞。是哪个白痴想个句子啊？哎、欸，我到现在只拿到两个，我那个最头的那个还是没有拿到啊，这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能理解啊！啊 ，fuck！ 这个我记得也转过啦，我现在就缺一个那个嘛，那边有一颗打不开的眼睛。生命诚可贵 ，GG 更重要。你们对 GG 是有多强大的执着？哎 ，ZXA 六一四晚安儿啊！哎，那个讲晚安儿，感觉好像言儿哦。命可以丢，肥皂可以剪，但小黑熊必须留啊！这个好，这个好，哈哈，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有霸气，这个我喜欢，优秀啊！看这边又是一个可以下去的，没有被我发现的啊！这个太可怕了，妈的，这些到底谁会知道啊？靠！要不是突然灵光一现，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用破关了，你知道吗？啊，干，这不能下去哦！啊，这什么鬼？叫等，哦，这游戏真的是渣透了，比人渣还要渣哎、欸！要听烤肉羞耻恩、什么的，我已经po了啊，什么东西哦？你们可以不要这样折磨他吗？他也很可怜的呢。
虽然我也是笑到不行啊，而且我就是罪魁祸首啊！啊，抱歉，我突然发现没错，我完全就是罪魁祸首啊！今天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跟我玩了游戏，然后被我电爆了。哦，原来这可以发光了，好吗？看我的一个水跳。哎，不是啦，我是要拉那个啦，我是要拉这个喇叭啦。雨跟麋鹿黑熊必须表，什么表啊？你们怎么老这么说话，讲的好像我很爱表他一样？我们是好朋友啊 ，good friend， 懂吗 ？good friend， 哎哼，再跳一次，强。黑熊，你怎么可以舍弃小黑熊？你写公山啊？不是叶子，你怎么可以舍弃小黑熊？你写公山咪挖坑啊？鬼故事是不是？鬼故事下礼拜四再说啦，不要一直说好不好？哎哎哎哎，大磊大磊大磊，啊啊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不行了。好了，赶快上来，看我一刀砍死，看我劈死，噗！过来，啊噗！啊干，啊噗！哎，你们来个人帮我查一个东西好不好？我现在好想知道一件事情，你们帮我查查看有没有人现在可以求解一下的，就是那个啥。那、啊、这个怎么哦？从这边。谢董大人之前黑熊学猫叫的那个影片还有吗？没有啦，去睡觉了啦，该睡了啦，大家晚安啦，不要在那边闹了啦，哦。那个叫什么？假如说，哦 ，fuck！ 哦，这游戏好鸡巴哟！任天堂怎么可以让这种？毁灭人心智的游戏上市呢？我觉得任天堂的董事长真应该被人家杀千刀啊！哎哎哎，为什么他从下面往上弹会打到我？他可以隔山打牛马的骗局啊！这游戏妈的见鬼了，是不是啊？我想要查，就是 PS4 的那个，干，我现在居然只拿到这个好吗？就是 PS4 的那个视讯镜头跟 Just Dance， 如果我一组买下来，我要花多少 Coco， 我都要查这个东西啊！快来人啊，帮我查一下，赶快过来啊！对，好，我下去，我下去，拜拜。讲了半天还是没办法、啊，我刚刚觉得身心受到了伤害，你知道，觉得很痛苦，居然要被那种不知道什么鬼东西虐成这副德行。重点是那家伙最后居然开挂给我用隔山打，一下就活活把我打死了，连个渣都不剩。我就像一坨大便被人家踩过去一样的，被尬成了肉饼，去了。视讯镜头1440元，啊 ，Just Dance 要多少钱 ？Just Dance 13。哎，这不是大瓜吗？天哪、啊，大瓜超久不见呢，你依然如此的瓜，你今天瓜了吗？瓜瓜瓜瓜，怎么今天会跑过来啊？太难得了，我眼泪都快滴下来了，居然出现了一个这么令人怀念的人。这两个没有同捆吧？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他没有出同捆？哦，应该是没有同捆吧？而且我的主机也不是同捆啊，我是先拿到主机，但是我很想玩那个，所以我才想要买。啊，让开！黑熊有 PS4 了啊、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礼拜一可能会拿到 PS4。可能，也许，大概，我想应该有可能，好不好？不要话不能讲得太死啊，总之会有意外的，所以我决定了，我不要讲得太死。呵啦，哦，你们全部给我堵在那里，前面在闹什么啦？在闹什么啦？说话、啊。
到底什么是依然很瓜啦？我怎么知道要怎么讲啊？很久没看到你了，来来来来来，来砍死这几个小伙伴！啊哈，no！哎，对哦，去买二手的就好啦，反正这种东西都不追求最新的，对不对？哎，呱呱，你知道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跟你讲。然后我现在总算想，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明明跟你擦身而过了两三次，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我对你的印象就是那个大口罩没了。哎，我可以讲吗？为什么你被戴口罩？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为什么会被戴了一个非常巨大口罩？这样会不会你会不会觉得我在表你啊？我觉得还好啦，我可以讲这个故事吗？我要征求你的同意，你知道吗？不能直接出卖你。出卖你要先等故事讲完才能出卖你，不是要先等你的同意，你要请卖掉我，好，我再出卖你，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干，我要镜头架干什么啦？电动能玩就好了，我要镜头架，快给开机，那是有差异呢。啊！我跳。PS 的周边都超贵哦，也不意外啦。你没看到那个 Sony 中间 Sony 的 S 中间加两杠，就知道他们公司的宗旨是什么啦。爱黑熊需要用行动来证明。你写在公那边挖哥啦。啊，不要再录我了，我觉得在你们再这样录下去，我就要被录成肉饼了。好，就是啊，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讲说我跟他擦身而过两三次都没有看过他长什么样子吗？因为他们有一次，好像是你们的毕业典礼嘛，对不对？然后他们毕业典礼有一个活动啊，有一个奖项啊，他们有颁奖。然后他们颁的一个奖项就是，其中一个奖项就是什么全年级最吵最聒噪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得奖了，所以他就被颁了一个口罩，他们就颁奖颁一个口罩给他，那个口罩上面写了一个很画了一个很大的叉叉，意思就是叫他闭嘴。然后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直到后来有人跟我讲，我才知道哦，干，原来那个就是呱呱。然后我的脑中只记得那个口罩，我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你知道？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啊，我只记得那个大叉叉的口罩而已、啊。哎咻！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叫？哎，这是你的荣幸呢，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你很吵，哈哈哈哈哈哈！觉得听起来蛮屌的，乱屌一把的，全年度公认最吵的人，有这种东西有啊，就在你面前啊，没看到那个人。啊，砍一下就死了。今天要开到五点吗？应该不可能吧，但是就开嘛，对，多开一点，我就可以多捡，多开一点，我就可以多赚一点追随人数，懂吗？多开一点，那个实况咖就会有多那么几分钟挂着我的那个我们这个实况台在上面，然后就会有多一点人点进来。多开台也是增加人数的一个方法，你知道吗？后来我给你弄去了。然后到 B 3呢，明明就有脸书，干谁知道啊？你有没有加我？你有没有？哎，你有加我吗？你也没加我嘛，讲那么多干，很凶哎。上次站在黑熊背后，还被黑熊瞥了一眼。干，看站在我后面的就是你啊！哎，不对，你好像有跟我讲哦，你有到十六口对不对？我应该没有瞥你吧？我只是好奇说，怎么有个人在那边一直看我，然后又不跟我讲话啊？然后哎，对，不只有你，你知道那一天真的很靠腰。你们很多人明明都有看到我，然后都有认出我是谁来，然后也都不跟我打招呼，不点我，然后等到我回家之后才跟我讲说，黑熊，我今天有看到你耶，我说他怎么看到我？我说哇，他斜掉口啊，我说看，那你就是不跟我打招呼，你看起来很忙啊。然后我就觉得你们机车啊是有多忙啊，你们跟我打个招呼，讲嗨，我是嗨黑仔熊。你看我讲完这句话，嗨黑仔熊有花掉我几秒钟的时间，根本不到几秒嘛，你们就跟我连嗨黑仔熊都不舍不得跟我讲，你们真的是齁。所以整个年级包括学弟学妹都知道你是一个呱噪的人吗？我觉得。